真假谁明了，听一听想一想，不听不想想啊难知晓，说一说唱一唱，不说不唱天下英雄。海滩两国竟与甘罗勾结反攻我军，韩魏两国竟然背叛当初联盟誓约，真真可恨，此仇不报难消我心头之恨，今日之战伤亡惨重，不如先撤回国都以图日后大计。是，全体上马准备出发。上上赵国本来想抢先攻打秦军，现在却悄然撤军，形迹可疑啊。那赵国本来就不可信嘛，当初还污蔑我们私通秦国。你们韩魏不也想抢先攻打秦军吗？只是没有成功而已嘛。按当初计划，本是五国联盟一举攻下秦军的，而现在赵国已退兵，而我们四国呢却各自为战，只怕这是秦国设的反间计，待我等起内讧，辟个你死我活，秦国只等着坐收渔翁之利罢了。既然道理我等都明白了，现在唯一可行之计便是聚在一处，形成一股强力，一鼓作气直捣秦军。话虽如此，只怕攻下秦营容易，等到日后瓜分战果的时候，却争个头破血流，一笑天下。是啊，谁为先锋，谁为主帅，恐怕难以定夺吧。禀报大王，秦军营中一直不见动静。再谈。是。不见动静，这鬼灵精的小甘罗到底什么意思？看来大家只有先静观其变了。赵国已撤军，四国为了眼前利益势必互相猜忌，四国大军已成一盘散沙，不足畏了。还是甘大帅厉害，越是小计便逼得赵国撤军了。那剩下的这盘散沙又如何对付啊？哎，不急，吴雪、碧云，
今天晚上你们趁着天黑把燕王抓来，我自有分说。没问题。嗯。吴雪呢？吴雪怎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她让我先走了。哎，你也累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嗯嗯。你们若能放了本王，本王担保那位勇士无事。其实啊，五国联军进攻秦国都是受了赵国的诱迫，我等呢都是被赵国诱骗所致。哦，原来燕王也是被赵国所利用，真是惭愧啊。不过据我所知，赵国之所以悄然撤军回去，就是要攻占你们燕国的疆土。此话当真？哎，当不当真日后你成了亡国之君便知晓了。我也是念记当日你与我在大殿上猜谜，又送我千匹良马，我才告诉你的。你真够朋友。哎，你若再不回去自救，你真要当成亡国之君了。不知贵国可否愿意和本王做笔交易？什么交易？你们如果能放本王回去，本王愿意送秦国十座城池，并且永不侵犯贵国。哎，我把你抓来也是被你等所逼，迫不得已啊。有道是擒贼先擒王，我将你擒住了，其他的也不敢侵犯我大秦。既然你已经答应撤军并永不侵犯我大秦，我把你留在这儿也无用处。来人，把燕王送回营地。哎，你看有人。萧将军回来了。吴雪，真的是你吗？你真的没事吗？啊，没事，我真的没事。我只是担心燕军识破我的身份，所以往兜了一圈才回来的。甘楼已将燕王送回营地了，赚了十座城，燕王并且许诺永远不侵犯大秦了。哈，我师弟小小年纪便有如此谋略，看来我师父真是没有看错人呐。如今赵军已经撤退，燕王又被我们摆平了，余下的三国相信也不难对付呀。嗯，甘罗果然足智多谋，竟击破了五个国家，还赚回了十座城，你说厉害不厉害？是啊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只要你回来就行了。走，我们找甘罗去。好。燕国也悄悄地撤兵了，看起来这事儿有点蹊跷啊。早就听说甘罗善于用计，一定是甘罗用诡计劝退了燕赵兵马，然后将我等各个击破，形势迫在眉睫。我等若再不齐心协力，就只得灰溜溜鸣金受兵了。对，我等也是中了甘罗的离间之计。
否则也不会如此之狼狈啊。那甘罗带的兵都是残弱老兵，他用计解散了我五国联盟的兵力，轻易取胜。万望诸位以后不要相互猜忌，咱们齐心，不要误了大事儿啊。哎，魏先王说的对，以后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，共同对付秦国。来，干杯！干！想不到那燕王还真很守信啊，真的撤兵了。燕国怕的是腹背受敌，那样就损失惨重了。嗯，那么现在余下的韩、魏、楚三国又该怎么对付呢？有赵燕的前车之鉴，他们肯定有所防备，不会轻举妄动了。嗯，说的不错，如果不出我的所料，他们三国已经准备结盟攻打我们了。鲍主帅，楚燕韩三军并无撤军之意，枕戈待旦，有随时发兵之势。三国大军加起来少说也有20万人马，我军不过5000，还都是老弱病残。走，咱们先回去，再做商议。怎么样，还疼不疼？没事，只是皮肉之伤而已，有这件师父送给我的虎皮夹衣保命，并无大碍。没事就好，我们也就不用瞎操心了。看来还是师父有妙算啊。嗨，你还真担心啊，还想我受了重伤啊。好，皮匠听令，你把消息传出去，秦军主帅受了重伤，让士兵先歇着，这仗打不打还说不定呢，等候听令。是主帅，遵命。这回啊，该骗死他们了。嗯，探子回报，那甘罗负了重伤，秦军军心涣散，已无斗志。甘罗身为秦军主帅，胜负全在于他，今主帅重伤，正可以趁机歼灭他。对，我等就在今晚共同出兵指导秦军。好，天助我也。韩、魏、楚三国这次一定会倾巢而出，攻打我秦军大营。哎，你过来呀、啊！哎，过来呀、啊！韩、魏两军会攻打我南北两营，但是他们的兵力稍弱，最强的是楚军，他们会攻打我们的主帅营。可是此次敌军联盟来犯，敌众我寡，悬殊太大，我担心我们应付不了啊！哎，不急，我们南北两营兵势虽弱，但地势极好。咱们把士兵撤出，唱了个空城计，营内堆满了柴草，待敌军来犯时再用火箭烧营，他们想逃的时候埋伏弓箭手，杀了个措手不及。哎，那楚军呢？啊，我军主力则在中营，等他们来的时候并不急着应战，分成几个小股来个声东击西，将其引诱至西山山谷。西山山谷的秘密他们不知道，还可以最后利用一次。吴雪、碧云，此战只有你们两个督战，你们觉得如何？Thank you.
边全是空营啊！空营上当了，撤！八虎将军，里边没有人啊！上当，撤！报告主帅，楚军已向我中营杀来。好，迎战。邪门妖法能奈得我何？本教主小计被枪唬过本王，传令下去，杀尽商贾，全歼解决。是，大王。不行不行，大王，甘罗这妖法一时破解不了，我们硬冲进去，只怕会全军覆没呀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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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启禀主帅，楚王所带败兵已逃至西山之外，正撤回齐国。大秦军威显赫，现在已是大获全胜了。五国联盟数十万大军攻秦，竟被您五千老弱残兵打得落花而逃，更缴获无数战车、良马、粮食和兵器，真是千古奇谈呢。屈指算来，自秦军扎营西山至大获全胜刚好十日。偏将听命。偏将在。快马回京速传捷报。是主帅。末将回到朝廷该如何禀告大王？如何禀报你看着办吧。好的，我就说甘丞相率兵有道，足智多谋，谈笑之间击败敌兵数十余万。禀报大王，甘丞相已班师回朝，大胜而归，现正在途中，离五里亭怕只有十里路了。好，甘罗就是甘罗，果然不负众望。禀报大王，甘丞相已将赵国龙将军活擒，并查获熊高勾结敌国，同时还赚回燕国十座城池。偏将军，你的消息可否准确？这有何不信啊，偏将听令于甘罗鞍前马后的，消息还能有假？哼，怎么样，仲父，这回该服了吧？恭喜大王。大王，甘罗戴罪立功，大破五国联军，是否先放了甘罗的父亲，也好在甘罗回朝之际早些父子团聚啊？还是仲父想得周全。某传旨下去，赦甘罗父亲无罪，让甘罗早些回去与家人团聚吧。是大王。哎，还有，将熊高同党悉数擒获，一个也不许放过。微臣遵命。老子给你拽进来！站长，快点，站住！站住！好。
吧，大人，这么快就把我给斩了，等我把饭吃完，临死当个饱死鬼。走吧，走吧，回家再吃。有什么？真的放我回家？真的，走吧，走吧。你不会趁我在前面走，咔嚓从后边给我一刀吧？若不是甘丞相这次打了胜仗，恐怕你还得把牢底坐穿呢。走。真没想到，甘罗还会带兵打仗，竟然以5000残兵胜了5国联军。甘罗聪明绝顶，机智过人。一个12岁的孩子居然位居上卿，我们真是老了。哎，丞相爷，您说的太夸张了。甘罗还是您这位伯乐一手栽培的呢，你对他还有知遇之恩呢。一手栽培，哎呀，这不是甘家阿武吗？你可真有福气呀，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儿子。谢谢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的福啊。有甘罗这样的父母关在朝里啊，我们老百姓就有盼头了。只是甘家阿翁多少觉得有点亏了吧。眼看卖官到手的金银没了，还锒铛入了狱啊。啊参见大王。啊，平身平身，二位卿家辛苦了。谢大王。甘罗啊，这次你5000残兵战退5国联军，还活捉段将军和那熊高，功不可没呀。哎，大王过奖了。你就别再谦虚了，你我君臣之间还有什么客套啊。来人呐，今天本王高兴，就跟你在这儿干上一杯如何。干一杯。就干一杯啊。来，甘罗。哎，师弟，师弟。啊。哎，弟，娘，月儿，你们都来了。你们好吗？好，都好，都好。甘罗啊，你跟父母先回家吧，出征这么久，跟家人好好聚一聚。哎，真不好意思，那我就谢过大王了。哎，去吧。走走，走啊。哎，我敬师兄师弟一杯，恭喜你们凯旋而归。来，来。罗儿啊，你这次能平安的回来，娘也放心了。娘不谈什么荣华富贵。娘，我明白。姨母，表弟刚打了胜仗回来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你看表弟是那种贪图虚荣的人吗？啊，碧云，你说的对，罗儿啊倒是和他父亲的习性一点也不像。哎，师兄，给我们讲讲师弟是怎么带兵打仗的嘛，一定很好玩吧。哼，好玩，我打的可是一场险仗啊。娘，爹呢？怎么没见他出来吃饭啊？他在房间里，自从出了那件事以后啊，他心里也不好受。哎，这都是他咎由自取。那我去叫他。爹，我们等你吃饭呢。罗儿啊，为父这次真的罪过如此之大，我不服啊。没错，我是收受了贿赂，可是那些想当官想一心往上爬的人，他们贿赂我就没有错吗？他们这次对我行贿东窗事发，难道你就能保证他们不再向其他的人行贿吗？权力这个东西啊，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呀。哎，爹，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的做任何事都要从我做起吗？若每个人都要从我做起的话，以身作则，一身正气，又怎么会让人钻空子呢？
若每个人都知道以身作则的话，那老百姓能不拥戴他吗？何振宇会留下一世骂名呢？哎，好了，爹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记住这个教训就行了。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吧，娘和吴雪他们都在等我们呢。哎，还有我们的准太子妃呢。啊，准太子妃？嗯。哦，呵呵。哦，好。来。嗯，出来呀，快点！哎呦，出来吧，爹！哎呀，爹，来来来，玉儿，来，来，爹。哎，坐下，坐这儿。哎呦，坐下呀。哎，来来来，大家吃饭了。罗儿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鱼头，多吃点啊。嗯，还有这个鸡腿儿，这个鸡爪，来多吃点啊。啊，娘，来，还有这个。伯母，你最近这么辛苦，还到大牢里探望伯父，来。我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嗯，哎，爹你也吃啊。嗯啊，嗯，吃啊。哎哎，爹吃啊，很好吃的。吴雪，你此次出征为秦国立了大功，朕封你为安国大将军，再赐你安国将军府一座。微臣谢大王赏赐，平身吧，谢大王。此次出征的5000将士，逐一赏赐黄金百两，捐躯者另补安家俸禄黄金每人50两。钟爱卿，有何异议呀？禀报大王，还有甘丞相未受封，他可是此战的功臣。哈哈，蒙将军果然是率性之人。好，甘罗劳苦功高，朕赐你车辇一辆，可以直入皇宫，不需下车。蒙将军，朕念你忠心耿耿，赐封你为御前大将军。谢大王。微臣谢过大王。大王，微臣还有一事禀报，熊高等人已抓入大牢，等待大王审酌。回禀大王，那张唐已死，吴怂对证，他的家眷可否发还老家原籍？嗯，好吧，就依了甘爱卿，将张唐家眷发还老家原籍。来人呐，将熊高押上殿来。高，你可知罪？我知罪又怎样？大秦落在你这等无知之辈手上，大限已到，我死又何足惜也？大胆狂徒，你叛国投敌，篡位谋政，难道本王不该治你的罪吗？我乃三朝元老，为大秦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也是靠旁门左道篡得王位的。你以为你自己隐瞒下的事别人都不知道？来人呐，给我打！一个阶下小孩如此气焰嚣张，可见眼里没有我这个大王，那可别怨本王眼里没有你这个臣子。给我打，给我狠狠地打。你不让我说，我别人说，你幼主作为景峰12岁的甘罗为相，简直是荒唐。你做王位，可掌实权的不是你，而另有他人。纵使重负，又问子楚，又增及我三朝元老，你是什么荣种？你是个杂种，你瞒不了天下人的。来人，给我拉出去斩了。嬴政，你末日到了，你对不起天下百姓，你等着瞧吧，我死不瞑目。
我本无辜，受你所累，今天出斩，我实在冤枉啊！大丈夫纵然一死，也要慷慨悲壮。在黄泉路上，我睁着双眼看你们大清何日灭亡。时辰已到，斩！还钱来，拿钱来，把钱还给我，还钱！哎、这不是那玩意儿，还钱！我们的钱让你拿走了。来来，喝酒。老板，给我一壶酒。嗯，你呀、啊，走，快走快走，一壶酒，走走走，来，一壶，走不走了？哎，别你这，哎，哟、哎，这不是我们甘上京的父亲吗？那怎么样，收了我们的钱，却没给我们官当？我还以为你有多大的能耐了，不是也被关进了大牢，差点性命都搭上了？要不是有个聪明的儿子，恐怕早就进了阴曹地府了吧？啊，你呀、啊，怎么样？还钱来吧！大牢里待着还好玩吧？哎、好啊，那也就陪你玩玩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喜欢喝酒吗？我让你喝个够，喝吧，吃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竟然如此无礼！我儿子好歹也是当今的丞相，我告诉他以后啊，把你们看着全都给宰了。好气啊！你不说你是丞相的父亲，我还不生气；你说我就冒火，你有什么资格住上清府？去，揍他！伯母，罗儿呢？娘，啊，罗儿，娘，罗儿，娘，见到你真高兴。伯母，你看，这就是大王御赐的车和马，坐了它可以直接入宫。啊，哇，师弟你好威风啊！哎，还有呢，大王也赐给吴雪一座安国将军府，吴雪现在是安国大将军了，安国也安民，以后啊，天下就太平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都累了，回屋吧。啊，哎，好，走。哎，师弟，你现在可真是气派啊！嗯，哎，以后啊，我让你也坐坐，怎么样？真的啊，太好了。来，甘大人，哎，甘大人，甘大人，我们的一点心意啊，哎，恭喜恭喜啊，甘大人。
收下吧，收下吧。不能收，不能收啊！不能这样，不能收。你们客气了，甘罗身为大秦的子民，为国出力也是应该的。甘老太太，您可真有福气，不能收，拿回去吧。不能收，您的功劳啊！太客气了，这点礼物，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不能收啊！不能收，不能收，不能收，不能收。收下吧，谢谢大家。收下，收下。我们不能收的，谢谢你们了，不能收啊，不能。我把草给你吃，来吃。哎呀，多好的马，多漂亮！哎，真好啊！连你这畜生也敢欺负我！的，被马踢的，怎么踢到脸上去了？不是，我看那马特别漂亮，结果让他给撞了一下。啊，撞一下不会这么厉害吧？哎，爹，我先扶你回房间，给你治一下。走，爹，哎呦，快，哎呦，哎，快起来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走，回家。我爹怎么样了？啊，丞相大人请放心，甘王已经没事了，只不过是皮外伤而已，涂点药就好了。啊，那就麻烦你了，大夫，我送你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啊。爹，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了？哎，爹没事儿，朝廷官员送来的贺礼你都清点过了吧？爹，我准备如数送还给他们，你就别惦记着啊。嗯，爹，您看现在咱们家里什么都有了，不愁吃也不愁喝的，你也不用去辛辛苦苦做买卖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平平安安过就行了，也不要想太多，钱财乃身外之物嘛，恋举太多招人显眼惹祸上身又何苦呢？就像这次差点连性命都保不住了嘛，如果连命都保不住，那还要钱有什么用呢？你说是吗？洛儿啊，这次我差点害了你们娘俩的命啊，你不会怪爹吧？爹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总是我的爹嘛。啊，我都到了知天命的岁数了，就是你不怪我，我也害怕再见你啊。爹，别这样说嘛，你总是我的爹，你还有伤，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出去了。参见大王。大王，臣带李斯前来面驾，恭请大王查审，以便尽早接替那张唐之位。李斯，可是那个对法理刑律极有根底之师啊？正是。草民李斯拜见大王。你先起来，寡人要看看你有何治国之道。谢大王。李斯不才，乃宫廷一侍卫郎，何言治国之道？大王查审，做臣子的自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当今之事，七雄纷争，六国皆弱，而秦独强，若能远交近攻，从中央突破，先削韩入魏，从而军事上斩断合纵之势，造成据韩魏而席卷天下之势，便可兼并六国，一统天下。何以削弱六国合纵抗秦之势啊？微臣以为洛齐豪臣以乱其谋，也就是说重金收买各国执掌实权之人，借以影响其国对秦决策，从而削弱合纵抗秦之势，东由韩魏入齐将相，
北由燕赵废其良将，分崩离析，各个击破。嗯，言之有理，可是以眼下秦国的实力，能否统一六国？大王，李斯本为楚国上蔡人士，何以入秦？何以入秦？说来听听。李斯赴齐国拜荀子为师，荀子精通帝王之术，所修即为如何治理国家之说。李斯学霸审时度势，辞师入秦。武师荀子问为何入秦，李斯回答：欲干事业，需抓住机遇。通关七国，秦力最强，雄心勃勃，势必一统天下。入秦则有用武之地。为人一世，就是卑贱为耻，贫困为卑，不求名利，无所事事，非读书人所行之事。荀子听罢，大为赞赏，纵容有加。由此可见，大秦已有一统天下之力。景于帝王之术的荀子也是首肯的，此为一。这么说来，还有二了。干大事业，需抓住时机。秦穆公时虽然秦强，但为完成统一大业，实乃时机不成熟。后经秦孝公以来，诸王奋力，现秦已国力强大，各国不如。加之大王贤德传世，此时击败六国，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，轻而易举。这乃是李斯入秦之勇。大王，现在正是下定决心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好时机，万万不可错过。纵论天下形势，秦国固然最强，再说秦国自己的实力，寡人也拿捏不准呀。大王，时运如骤风，来势势不可挡。且说西山大战，那甘罗何以集五千老弱残兵破那数十万兵马，五国联军，且大获全胜呢？甘丞相谋略过人，此为其一。内容最为关键之处，乃是大王威仪，上天相助，此可视为时运已至。这般说来，倒也不是妄言。你远交近攻，兼并六国，一统天下之策，正合寡人心意，审时度势，有理有据，实为人才。寡人封你为长史，明日大殿传旨。李斯谢大王恩重如山，李斯誓死效忠大王。不是我们，乃是不再热恋，情心关于谁神仙？看过了沧海，能变上天，何苦总在求什么永远？万一年走过的流金岁月，万般情绪化成烟。是句诗。